Hello，我又看不到自己了，我那小屏幕坏掉了。Hi everybody，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朋友们上线。我觉得我自己好好笑哦，可阳也应该觉得我很好笑。不只是我，应该是整个四轮车的人都会。Hello，Jasmine，嗨，来，有没有朋友们已经上线了？Hello，志平，嗨，来，大家注意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应该不难看出有什么不一样吧？这边声明一下，这绝对不是 Photoshop 对，我绝对没有 Photoshop，因为很明显我的头太大，那锅太小。Hello，Ivy，我也觉得自己好好笑。Hello，大家已经上线的朋友，Yes，情人节快乐！没有情人的也没有关系，就祝你天天快乐就好了。Hi，Elizabeth，Hello PK，Hello，嗨。然后昨天你们不是说想要看我示范带饭锅？的样子吗？我跟你说，我找不到饭锅，就我们新闻室没有饭锅也很正常。可是我找到一个我们之前有拿过来煮面的锅，可是问题是它就太小，OK，所以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一戴上去呢，就同事们经过的时候就觉得我好好笑哦。然后我转头又看到有人在笑我，我也觉得自己好好笑。我也不懂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戴一下啊，戴一下。我们开始讲讲新闻的时候，我就呀拿下来好了，因为我的头现在没有办法。就是很大的动作，你必须整个这 样我出要来。把它平衡住。OK，好，Hello JM1，为什么迟了3分钟？就我们刚才在尝试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好，好笑就好。可是好像没有人什么人讲好笑诶，就有 JM1 一个而已。Hello 崇明，Hi Eric，Hello Sandy，好好笑哦，自己看自己好好笑，对呀、啊。那个头发也很好笑。OK，好，不要玩了。好啦，认真一点，等一下才拿出来戴。OK，好，我们认真讲新闻。OK，欢迎收看今天2月14号情人节的新闻抢先看啊。我是丽敏，然后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呢是可阳，我们新闻中心的记者。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晚报封面有哪些重点新闻。头条：情人节最感人的故事，至死不离。OK，这对夫妇呢，他们结婚72年，然后间谍情深。然后呢，这个老先生呢，他是临终前呢还是在牵挂着妻子，所以这个雅西西病院呢就特别安排，然后把他的老婆也接到医院来。然后就让他们两个人可以就是在一起这样子啦。然后这位老太太呢，她其实是有失智症的。然后旁边我们看到说，这个明天联合晚报呢有一场路演，OK，晚报再出发的路演，然后是会在后港慈园小贩中心举行，然后到时候也会有这个歌台的阿哥，浩浩来献唱，然后下面还有18岁的理工生呢，有30人要这名理工生吐回40万元，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看。然后下面还有好心人捡到钱要归还网民凑热闹争着数钞票，这是我们今天的人气新闻之一。然后下面还有很多，我们今天还蛮多应节的那种新闻，所以这个情人节呢，芭莎买花更省钱。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买花的话，又觉得花有点贵，你现在可以去芭我想莎。走一下，看一下。对，看他有没有，还是已经给人家买到完了。然后下面还有那个 HIV 资料泄密案，政府四点反驳这个病态的骗子。然后下面还有冯伟忠的骨灰制成首饰。好，所以这是今天联合晚报的封面。你要先从哪一则说起呢？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非常感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吧。好，你需要报纸吗？我不需要，OK，好，我没有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二版的新闻。相守72年，临终人仍然呢放心不下。这个患癌症的老伯呢挂念失智妻子，然后院方接入院同住。好，这是我们今天在面部上看到的最对，新的在一面部上则面看对到的一消则消息。息，其实就是那个雅西西慈怀病院，他们前一阵子就是说接待了这位老伯，然后他的。等一下，我们的麦有问题吗？还是我拿住。没有，你夹住。可是我们，好，下有面吗？有声音吗？有声音吗？可以吗？没有声音。好，我们解决一下技术问题。爬什么个麦弦？这样我要怎么说话呢？OK，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有一些技术问题。对，是你
OK， 好，我先把那个麦交给可阳。好的，不好意思啊，各位。那么我们今天先来讲这一个七十二相守七十二年的这一对老夫妇的这个故事。那么相当感人。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在雅西西慈怀病院的他们的 Facebook 上面呢，就看到他们上载了这一则故事。因为是上一个月九号这位老先生他是因为患上了急性的白血病，那么进入雅西西慈怀病院。那么通常你知道就是说进入慈怀病院就是说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了啊。但是呢，他这位老先生进入到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呢，他就一直都很焦急。那我们就病院的人就很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想说他要回家照顾他的妻子。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才问一下才知道，原来发现他是他家里比他只小一岁的妻子呢的唯一一位可以照顾他的人。那么可能这则新闻在刚才放到 Facebook 上面，就有一些网民在问哦，那他的孩子怎么样呢？哦，原来他的孩子其实是七十多岁，那么自己身体也不好。那么所以老人家自己进入了这个临终病院的时候呢，他放不下家里的妻子。那么在慈怀病院里面的那些工作人员就请他讲一讲，就是他跟他妻子两个人的故事。那么后来才发现就是说两位结婚七十多年，那么这位老先生原本是在外面跑船的。那么他在外面跑船的时候呢，家里的事情就由妻子来负责来照顾。那么就是这样过了很多年。那么到了后来他的妻子就是患上了失智症，那么一切都靠这位丈夫来照顾。那么他如果一个人住进了那个慈怀病院，他家里妻子就没有人有办法照顾，所以他就一直放心不下。那么他也就是说也提到说他的妻子其实就是基本上还算能够认得他，那么也记得他煮的海南鸡饭，因为都是海南人。那么但是老先生后来在一月的二十二号就过世了。那么这个现在这个雅西西慈怀病院在安排这位他的遗孀，对，然后就是要安排他到一个疗养院去，因为其实照顾失智症是非常不简单的。那么这个故事就雅西西慈怀病院的那些工作人员十七号听到之后呢，就决定说，哎，我们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然后在情人节这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今天我们就觉得是很感动人的一个故事啦。那么就觉得说在情人节这样的日子里面提醒我们，就是说这个真正的爱不是在那个在富贵里面或者在健康里面的互相的那种陪伴，而是更重要的就是说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记得这个携手相伴的这样的一种日子，这个是真的能催人泪下的一种爱。那么想要读完整的故事的话，就是来买一份联合晚报。OK， 我现在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因为我没有办法讲话。我你不要紧，你拿着那个，因为你们比较重要。Test 吗？你可以说一次，有吗？没有。没有吗 ？OK， 好，那没关系了。没有没有，所以我们要这样很尴尬，有没有？这样一直递来递去，这样，不然就放在我们中间这样子，有没有？这样我拿出来。没有没有，不要紧不要紧。OK， 所以我们看一下。对，所以这对老夫妻其实结婚七十二年，其实也不简单啊，就是可以携手走过那么多年的岁月，你不觉得吗？还有两个前提，一个就是两个人都要足够长命，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两个人真的是有办法，就算是生活中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一些纠纷啊什么，他最后都能找到办法，两个人最后还是能够在一起。这个我觉得说是两个人彼此之间怎么去经营这段感情，这个是很难得的。对，然后现在因为毕竟今天是情人节，然后那个病院选择在这一天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因为现在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情人节好像就变成一个很商业化的一个日子，可是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提醒我们说，哎 actually you know 就是那种夫妻之间的爱啊，然后那种很让人觉得心很暖的那种故事啊，应该听多一点，然后让自己比较有那种
正能量的感觉啊，我觉得是啊，因为上个礼拜刚刚就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觉得现在的情人节感觉上是商家在过节日，商家在过节日。那么这个两个人之间真正的感情怎么去经营，其实应该是每一天的事情，不仅仅是2月14号这一天。对啊，对啊。这一天他特别之处只是在于，就是说提醒我们，就是说两个人怎么去经营感情而已嘛。然后梁静茹不是有一首歌吗？他不是讲说只要爱对了人，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对，这句话我觉得。就是，值得记住啦，不要只是觉得说，哎，今天是情人节，然后今天对你的另一半特别好，买花啦、送花啦、去吃饭啊什么。可是其实每一天都应该要这么的恩爱，对不对？而且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就是要去经营的，慢慢去要去体谅对方，要去帮助对方，要想起这些东西。所以不只是在那种大家很快乐的时候的一种情况啦，就每一天都是需要去哎好好看看你身边的这一个人。OK， 好像 JMO 就说，不对，不是 JMO， 是 Jasmine 说，听了好感人的故事，要珍惜身边的人，是没错。然后三星就祝每个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情人节快乐，耶、yeah。OK， 好，我们在尝试解决那个技术问题。好，你要 OK， 我们继续说。OK， 好，所以那是第一则新闻，然后第二则你要说哪一则呢？我们第二则我们就说那个18岁理工生有30个人要他还40万、那么这个是有一位18岁的理工学生，他就邀请他的一些朋友，一些玩电玩的人啊，或者是一些同学，那么想要去就跟他们说，哎，我可以帮你投资虚拟货币，然后就跟30个人要了钱啊。那么其中有一位然后他这个钱要之去之后，过去之后呢，就突然间就联络不到，然后就他们拿不回他们的钱，然后就有其中一位就跟晚报联络，然后就是说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那么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这个朋友他投了1000块钱去给对方去投资，就最后还拿回来1300。所以他觉得说，哎，既然第一次投资会有这个有收到效果的话，那么接下来应该不错啊。那么他就继续的给他去做这个投资，结果呢，他在后来在增加投资之后呢，这个钱就怎么说呢，就这条鱼就咬了那个鱼饵之后呢，就再也看不到了啊。那么他最后总共被亏的损失的钱应该还蛮多的啦，那么就对，到6万块钱，有6万块钱那么多。那么后来他们朋友之间互相联络啊，然后才发现，哎，其实 A 被骗 ，B 也被骗 ，C 也被骗 ，D 也被骗，结果发现被骗人是一堆，那么总共30个人，那么被骗的总额是大概40万元。那么他们试图去联系他，但是就是说一直都找不到。那么甚至还有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就那个18岁理工生就直接讲说，我钱都被我输光了，就是说明他可能去赌博了啊。那么他们根据他的地址找上门，那么跟对方的父母亲说的时候，他们父母亲才知道，原来他孩子就是说闯下了这个祸，那么欠了同学们这么多的钱。那么那位父亲他自己是一位德士司机，那么他赚的钱也不多，他算账，然后最后答应要偿还25万6000元，但是相比40万的那个数额来说是有一段的差距，所以他们也觉得说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了。可是我想要说的是哦，因为你看啊，30多人被骗40万元，所以一个人也要10000多，平均啦，平均来说，而且他们都是十几岁的，如果都是十几岁的学生，其实。哇，他们还蛮有钱的哎，你不觉得吗？然后他里面有说过，他们有一些是在假期的时候有去打工啊什么之类，可能他自己有一些储蓄啦。就是那个可能现在站出来跟晚报说这件事的人，他是自己是亏了6万块，对吗？然后他是说他是14岁就开始半工半读，所以几年下来存了6万多元拿去投资，然后结果全部都输掉了。然后他才18岁，所以如果他4年可以存6万，其实也蛮厉害啦，蛮不错啦，对吗？可是现在就是可能就是错信了一位朋友，然后这个钱就不见了。然后呢，另外一点是，你说那个被指骗钱的那个理工生，他老爸有25万可以拿出来还人家，然后他是个开德士的，你不觉得这些涉及的款项都很大哎、欸？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他们自己原本是财务上有一些规划，那么要存下钱来不一定很难的、啊。因为以这个18岁理工生来说，他14岁开始打工，4年要存6万块钱，不容易，是确实是不容易，也是辛苦钱呐、啊。因为现在你打工的话，一个小时是几块钱这么来算的嘛。啊，那么就算是可能挣一些比较多的话，可能一个钟头也不会超过20块钱，所以也是蛮难得的。那么他过去那几年都是这样一分一毫这样的存下来的钱，一次的投资，而且是第一次拿回了1300，他觉得说，哎，这个赚头30%不错，啊，那么后来就也是就是说。有点贪心啦，然后就变成投入更多的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自己要警惕一下，就是说，钱有些时候真的是会伤感情的事情，啊，那么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不要太贪啦，嗯，有些时候就想说是能够赚很容易的赚到很多钱的话，就很容易就是说遇到这种被骗的情况，嗯。OK， 好，所以我们就我真的觉得好辛苦啊，没有办法对话。OK， 不要紧，因为我们工作人员真的已经在很努力的解决这个问题。OK，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则新闻，然后我们看一下留言。Elizabeth 说这么多钱，损失的钱好多。然后 Yuni 说，就是最近好像有很多这种骗子诈骗案之类的。OK，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那个被指骗钱的那个理工生到底拿那个钱去干什么了啦，可能他真的有拿去投资啊，可是可能就全部亏了。因为如果你说的是那个虚拟货币的话，有一段期间就是那个价值，那个它是跌的，对，跌的很就是那种狂跌的那种情况啦，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现在因为那些受害者已经有报警了，对吗？所以有没有讲说警方有在跟进调查什么的？警方是有在跟进调查，但是具体什么样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找到那个人还不知道。不过你刚才讲的一点也对，就可能就是他自己那个理工生，可能自己本身也是一种受害人，他可能也是被别人骗，然后就是说想办法去筹钱，然后去投资，然后结果全部输掉，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说在这边最可怜的可能就是他的父亲了，要帮儿子还债，对呀、啊，对呀、啊。然后有读者问是有观众问是 Bitcoin 吗？没有，我们不清楚，具体是哪一个投资我们不清楚，而且到底有没有去投资到我们也不知道。OK， 嗯，好啦，所以这是第二则新闻，然后我们最后一则看的是今天的人气新闻之一。每一次记者来，我都会问他们什么是人气新闻，你自己讲一下。人气新闻我们会把它看作就是说，现在或者是在接下来我们预计到会很多人关注、很多人讨论的一些很热闹的一些新闻。那么今天我们挑的这一则人气新闻，就前几天在网上，包括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人在关注啊。那么想去就是说了解这个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这笔人家遗失的钱到底最后的下落是怎么样啊？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就是说有人在那个新罗关卡里面捡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了很多张钞票啊。那么就想要知道说这个钞票遗失钞票的人到底是谁，那么就把那个照片发到网上，那么就请。就是说觉得自己是丢了钱的人跟他联络，那么只要能是很多人说我还真的是蛮多的，而且我们从那个找到钱的那位网友的那个面部上来看，他应该是不堪其扰，应该是蛮多人去找他的啦。那么所以就开始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跟大家稍微互动一下，但是后来他人家就是说在外面贴出来的东西他不太怎么去回应对方 了、okay. 但是里面呢我们发现有一位网友，他自己好像是没有社交媒体账户，那么他请一位朋友帮忙发了一个文，那么他相当肯定是他自己丢了钱，因为他说他其实可以告诉对方他钱是在哪里不见的，还有这笔钱到底数量是有多少。但是我刚才一进来之前我还跟同事就是说了解一下那个对方回应了没有，他说还没有回应，所以到底是不是找到了这个失主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可是这笔钱是在哪里捡到的啊？有谁吗？在关卡那边，但具体位置他没有讲。OK，可能他也不要讲得太明，因为如果通常我们不会，就是说对方也不会把太多的细节透露出来。对啊，对啊，因为如果你是真的是那个失主的话，你应该就是你丢了那笔钱，你应该知道说你自己在哪里丢了。对，而且你总需要一个地方来，就是说总需要一些信息来验证到底是不是他丢的钱。可是要怎么验证呢？因为我也不可能去记住这些钞票号码，对不对？那不可能，钞票号码是不可能记的。可是如果我就那么的幸运猜到，哎，你是在哪里捡到的？我是不是就可以猜到在哪里捡到，跟那个那个金额总数是啦，是啦，两个信息不容易啦。对，而且还有包括那些时间也要对得上嘛。比如说，在网上有一位网民，他就说他之前丢了一笔钱，但是他所说的那个数量。还有就是说他丢钱的那个时间跟捡到钱的时间跟那个数量是对不上的，所以应该就不是那个人。对，不过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说好多人都说他丢了钱，所以难道过年前就这么容易丢钱吗？没有吧，应该是大概就讲说，哎，是我的，可能就是要那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如果说对方没有很谨慎的话，或者是刚好就让你猜到了相关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关键啊，然后可能就可以讲说是他的钱啊。不过在这边，如果是不诚实的话，在这里我就觉得说，不义之财不要拿，不是你的钱不要拿。对啦，没错，当然我们是要跟人家这样说。当然，这是当然，我们要给我们自己定下一个行为的守则嘛，要不然的话，你现在拿了，你不知道哪一天你会有。对，不是你的就不要拿，好不好？对呀，不是你的就不要拿。不对的 ，OK。所以，希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对不对？不是不义之财是不能拿的。对，没错，拿了也心不安吧。对啊，能够睡一个好觉很重要的。是 OK， 好，所以这是今天的人气新闻。不知道那个找到这笔钱的人有没有在看我们的直播？有人找你哦，你还没有回他哦，请你跟他联络。其实不只是有人找他，很多人在找你。可能他现在很担，就可能太多人联络他说，哎，那笔钱是我的，所以他就有点没有那么的及时去回应一些东西。我相信是，而且过年比较忙嘛。对，没错。不过他自己有，就是有上载一个贴文，就讲说，他说我绝对会，就是说任何想要，就是说要骗钱或者是要就是要骗走这笔血汗钱的人，我绝对会把他，我会把他拒绝的。对，看起来还蛮多张钞票的嘞。有些朋友是说应该有1000块，可是看起来应该是超过20张，远远不止。对，应该是好几千呐。好啦，所以这是今天的三则新闻。然后我发现，哦，新民日报的记者还没有来。没关系，我们继续聊天了。OK， 苏欣说应该交给警方处理 ，David Norman 也这么说。然后 David Norman 是说，警方可以可能通过一些什么 DNA 啊、指纹啊、指纹很难啊，钞票过很多人的手嘞。电影画面这边顺便提醒大家一下，碰了钱之后要记得洗手才吃东西。对，所以他们是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是觉得说，可能通过电影可以知道到底是谁丢了这个钱，因为我们可能这些普通人是没有这些资源的嘛。确实是，确实是。要怎么去证实说这钱到底是谁丢的？对。对不过当然前提就是说那个电影看有拍到。也是，万一如果是在可能在厕所里面之类的，那就没有了，对啊，不知道是谁丢的。OK， 好，秦耀也说，如果拿了那个钱不是他的话，晚上就睡不好。徐安梦也是很好笑，讲不是我的，不要逼我拿，没人逼你啊，谁要逼你呢？OK， 好，大概就是这样啦，我们现在可以聊天了。一开始没有上线的朋友。昨天是谁？到底是谁叫我带这个锅？我没有电饭锅，不过我有面煮面的锅。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对，如果我这带着这个去，坐人家的那个电单车的话，肯定被抓的。而且，就算就真的，如果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哈，哎呀，我看我的头也是保不住的。我一跌哦，我整个都掉出来，那整个就滚出去了吗？不可能的。所以是蛮好笑的，我觉得蛮滑稽的。所以那个人真的，如果那张照片是真的，他真的拿饭锅来当头盔的话，真的还蛮好笑的。那个应该就是说，他可能平时那个骑摩托车的人，他平时不载客的，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后背的头盔。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如果你真的是那个当事人的话，如果那张照片是真的，然后欢迎你来跟我们澄清一下。对，到底是怎么然后示范没有了。
到底现身说法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小铜锅，我们打几分来打一个分数一下，有没有够创意？因为不是有后来那个贴文上载之后，不是有很多人在那边评论嘛？然后有人讲说可以用什么东西来当头盔。对对对，然后昨天我们有观众讲用榴莲，我们就榴莲。自己拿着的时候也会痛吧，那个恐怕出意外的时候不只是摔伤还要被扎伤。是没错。 OK 好 OK， 所以 Uni 说我们这个锅可以煮泡菜泡面，你怎么懂？我们之前有拿来煮过拉面呢。David Norman 说你看起来长得很老实。嗯，他应该是老实人来的，我也这样觉得。所以那笔钱我绝对不会去拿的。OK，Jenny、okay, 哥说那笔钱是你的。好，那你就去联络这个人。OK，、刚刚说这边有多少钱，然后在哪里丢的。OK， 好了，大概就是讲了。Unis 很厉害耶，他说他可以记得他一些钞票的那个编号，可以吗？很难的嘞。很难讲啊，有些人确实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啦。是啊，可是你很少会去记住这些钞票的号码。除非是特别大张的钞票。请问你是在讲1000块钱大钞还是10000块钱大钞呢？可能这些比较大的就比较有可能。Unis 问了我一个问题。 OK 好，等一下才回你。好啦，今天就谢谢可阳。好，谢谢谢谢。 OK， 报纸送给你。然后有人问今天是佳佳还是林珊吗？对不起哦，让你们失望了。不过今天也不错，就我们有一号佳丽。欢迎佳丽。Unis 有，我没有收到你的爱，可是我忘了去传播这份爱。因为刚才太忙了，就东西送到的时候，突然间我们新加坡发生很多事情，就中部停电，然后有多达什么7个东北线的地铁站就发生了那种停电的那个事故。然后呢，后来我们那个位于五级市一带的卡尔登 Hotel 卡尔登酒店又发生了火化，然后还有传出什么爆炸声之类的，所以呀，刚才我们真的是很忙。对，过去的几个小时真的发生很多事情，是太一连串恐怖了。是，我还在想说，应该有，因为有时候你午餐吃过了之后，大概就是比较可能比较静的时候了，通常是早上可能比较多东西，然后结果是午餐之后，2点多到我来这边之前，对，那2个小时，哇。真的是太忙了。 OK， 不过我们吃饱了之后开始发生事情。对对对对对。OK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事故呢，其实我们的即时新闻都已经上到了早报的 HE， 所以想要知道更多的话可以上网去看，然后 Unis 这边回答你，我们收到你的爱哦，谢谢。 OK， 我等一下会跟同事们分享，我忘了发他们的爱是什么。不要跟你说，他送给我们的，真是的。OK， 我们欢迎佳丽，新民日报的记者。 Hello， OK，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新民日报的封面有哪些重点新闻。 OK， 上面牙龙发生在牙龙的一起事件吗？患有艾滋病的前警员所幸。 OK， 然后头条呢就是这个未征产斥法官，男子藐视法庭罪成。然后旁边还有我国怒斥美国男子谎话连篇，就是跟那个 HIV 资料泄露的事情有关。然后下面还有 OK， 如果你有印象的话，之前很多人在讨论的那个菲律宾模特儿，穿得很清凉去提签的，现在又有另外一个人被拍到，所以这个辣妹真空逛街。好了，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南大的发生在南大校园内的新闻。 OK， 有一个神秘海报呼吁南大生不要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然后下面还有也是就是那个已经延烧了几天的那个新闻啊，就是这个华航机师罢工有望结束。 OK， 有一些机师已经复工了。然后下面还有这个楼下乘凉阿嬷被抢，我们等一下会看这则。然后下面有一则国际新闻，这个巴西的一个宝宝羊水未破呢，他就出生了。OK， 这个也是蛮提着出世。是，然后你看那个照片，很少会有这样子的照片啊。特别是啊。 OK， 然后旁边还有sorry， 你要说没关系。然后旁边还有今天是情人节，所以有87对情侣呢选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共结连理。好，所以这是新民日报的封面。好，你要先从哪一则我们说头条新闻吧。 OK 好，因为你最熟对不对，你自己写的是。来吧，一号佳丽。
也不是我最输了，刚好在高厅。OK， 是哦，所以你是特地回来做抢先的吗？算是吧。哦，我就特地回来就是要见大家。真会说话。OK， 好，我们看一下第六版的新闻：男子与妹妹争遗产，然后指法官偏袒他的妹妹，然后呢，结果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其实呢，这则新闻我们在几年前有报道过，他之前的一些发展啦，就是这名男子呢，他跟他的妹妹就是对簿公堂，就是为了他的父母亲留下来的一些遗产、但是现在的重点不在于这笔遗产，因为这笔遗产的那起案件已经结束了，而是呢、这名男子他在就是他的父亲的遗产不是已经分配好了之后呢、就是他本身是那个遗产的那个执行人。后来他妹妹呢就要求，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改变那个执行人，就是不要让他哥哥继续做那个遗产的执行人。所以之后就变成了可是后来法官还是下令了，还是维持那个让哥哥继续做那个执行人。但是在那起案件下判之后呢，这名哥哥明明他理论上已经是胜诉了，但是他还是不满法官的一些裁决。比方说就是法官，你知道一起案件呢，他在下判之后都会有堂费，跟就是如果有进行任何的调查 inquiry 都会需要一些费用的嘛，所以法官就令这个哥哥支付这笔费用。可是这个哥哥就觉得，他已经赢了那个官司，为什么还要还这笔钱？所以他就不满法官的裁决。后来呢，到了他母亲的遗产的那个分配案的时候，又是同一个法官在审理，所以当时这个哥哥就开始不满。所以他就开始就是针对这名法官，就是无臂力的法官啊，高庭的法官，就指出了很多的指控，其中有十项呢，就是我们在那边列出来的。可能我们挑几项来说吧。所以他对法官有哪些指控呢？他就是说，其实在那起就是他父亲的案件当中呢，原本他妹妹是知道他的父亲有一个大华银行的那个存款户口，但是呢却没有在最初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就是告诉庭上。 所以他就对于这一点觉得很不满意。你知道有时候就是老人家他有几个存折，其实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可是呢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存款户口其实已经关闭了，所以其实跟这起案件没有关系，但是他就一直死咬着这点不放。他就觉得这个是法官在偏袒妹妹，没有在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其实法官就是今天另一名法官，他就吴素燕法官，他就针对这件事情，他就下判了，就是判这名哥哥呢两项罪名都成立，两项藐视法庭的罪名成立，但是还没有判刑。对。所以他就反驳了这个哥哥的一些说法啦。就刚才那个大华银行的那个存折来看呢，就是现在高庭的这名法官就是说，其实就是已经发现这个存折这个账号都已经关了嘛，对不对？关了之后为什么还要提起来呢？为什么他其实跟这起案件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他还说就是这个法官就是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上诉，可是实际上呢，他是可以在就是其中一起案件已经了结了之后，他已经可以开始上诉了。但是他并没有抓紧那个时间，后来他去申请，就是希望可以延长那个让他上诉的期限，但是没有获准。其实我觉得一家人为什么要闹成这个样子，其实蛮难过的。谈钱伤感情啊嘛，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法庭新闻嘛，对吗？然后就争产咯，然后这个是一起争产案的后续，是它算是后续发展。可是我觉得它的后续案中案这样子，它的后续其实可能比它的那个争产案本身更精彩。因为这是一个判词，所以我们其实也不在庭上听。可是单看那个判词的内容，我们就看得到，因为这法官他在写这判词的时候很有条理，他就列出了那十大就是对方的指控，然后一一的反驳。然后还有这个这名男子他的控诉也包括就是同一个法官要审理，就是那个法官已经审理他父亲那个遗产的那个部分嘛，然后现在又审理他妈妈的遗产的案件，是为了要延续自己的错误决定。然后呢结果这个现在审理这个藐视法庭案的这个法官呢就讲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安排也没有其他的，对啊，没有别的理由啊，对，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是蛮正常的嘞。搞不好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法官
他了解之前的，对对，他审理之前的案件，然后这个哎，既然又是涉及同一户人家，可能他办起事情来比较了解容易啊，对啊，对啊，对吗 ？OK。所以其实有些指控，老实说，我自己看的都觉得有点奇怪。其中一个呢，其实只是一个文书上的错误，然后这个哥哥就私聊着，就是说他们是造假，对。可是可能是不是要了解一下那时候那个争产案，他这个哥哥。哎，可是他已经赢了，对吗？他已经赢了，在理论上他是赢了，但是他还是那个，他还是可以是他老爸的遗产执行人嘛，对吗？而且他也拥有了就是那个最值钱的那个房产，的那笔钱，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就是不满，就是他妈妈的那起案件还是由同一个法官来审理，他是怕那个法官会偏袒妹妹，对， okay, 好。OK， 好了，反正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也很难去了解当中到底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不满的那个情绪。可是我觉得这名法官他在列出他的这些反驳的时候非常有条理。真的。OK。非常敬佩他。每次讲到争产案呢，大家就有一些说法，就有人讲哦，就平分就好啦，然后什么都是因为钱。然后 David 他们说，为什么要跟自己。就是亲生的可能姐弟妹啊还是哥哥啊什么的去争那个遗产啊，有人讲相煎何太急，是尤其是新年期间，对吗？对。OK， 好，大概就是讲这是第一则新闻。是的， David Norman 是不是说他会把，哇你很好哦， David Norman 讲他会把他的财产全部都给他的兄弟姐妹，真的，大家的兄弟姐妹很好，就没有理由吵架。还是你只有一个兄弟姐妹？对对，还是他其实是独生子？可能耶，可能耶，可以问一下他。OK， 好 ，Jasmine 说有缘分才做兄妹，为什么为了钱不合？啊、然后 Uni 说，对了，其他就是其他人的家事，我们其实也很难去评论啦。是 OK， 好，所以这是第一则新闻，然后第二则新闻，我们可以说关于一名阿嫂。好，第三版的新闻是的，这个 OK， 其实是从一个法庭不是法庭，就是警方的文告延伸出来的新闻。OK， 红帽桥呢就有一个阿嬷，她在祖屋楼下乘凉，然后有一位阿叔呢就假假问路，然后结果抢走了她的金项链。OK， 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十一号。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这个星期不久之前，下午大概2:40的时候，在红帽桥五道第522座租屋底层，然后呢，一名被告是一名56岁的男子，他被控呢就是涉嫌抢走一名76岁老妇的金链，然后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名男子本来是在那个租屋楼下睡觉嘛 ，OK， 然后突然间他醒来，为什么金光闪闪的？金光闪闪，这个我们怎么懂啊？这个就不是文稿里面来的。对对对对对，就我觉得那个记者很幸运，就是今天早上去事发地点然后的时候呢，呀，就找到了这个受害的阿嬷，太强了。OK， 好，所以这个阿嬷叙述的，对，这个阿嬷就说，当时呢，她其实只是走下去楼下乘凉一下，然后呢，就看到一名高高瘦瘦的红衣阿叔呢在那里睡觉，然后她没有管他这么多嘛，后来呢，哪里知道这个阿叔突然间醒来，过去问他路。就问他503座祖屋怎么走，然后他就好心的跟这个阿叔讲怎么走，哪里知道这个阿叔就趁这个时候呢，一把扯了这个阿嬷他的脖子那个金光闪闪的项链，然后就跑掉了，然后因为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嘛，阿嬷都还没有回过神来，做不出反应，然后刚好有一名邻居就路过，然后呢急忙通知他的儿子去报警，后来呢这名阿叔，后来据我们所了解了，阿叔其实住在那边附近的，住在这里已经有38年的这个受害的老妇，他就说阿叔不是他的熟面孔，他没有看过他。对，所以这个阿嬷，可是红帽桥也很大啦，就算是住隔壁座，我也不一定有看过那个人呐、啊。对啊，对吗 ？OK， 然后呢？今天这名阿叔呢就被控就是刑事无力窃取他人身带的财物，然后呢，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可以被判1年到7年的监禁，然后这个阿嬷也很可爱，对，她太好笑了。她说她现在身上已经没有东西被人抢了，可以被人家抢了，所以她已经不怕了。对，所以她还是会继续在祖屋楼下乘凉。是啊，好可爱哦。对啊，然后就讲乐观。但是我最值钱的，身上最值钱的东西都给人家抢走了，还怕什么？你说真的很危险哎，你知道带一条金链出门我都会怕。
就不要戴啊，你为什么要？我没有金链，所以对啊，我也没有。OK， 然后据了解呢，这条金链价值大概600块钱、嗯，然后已经被那个被告拿去典当了。对，然后阿妈希望可以找回这个金链。阿妈好可爱哦，还好人没有事啊。对对对。对，不然他大概也不可以那么就是、那个、那么活泼的对跟你开玩笑这样。OK， 我们看一下啊，Mac 说他不应该戴项链，哈，青年呢、欸？有时候老人家是因为青年的时候戴。其实为什么有一些老人家会很喜欢穿戴，就是穿戴这些？对，为什么呢？不知道，我觉得老人家老一辈的人好像蛮喜欢就是戴金饰。对，嗯，但是一种福气吗？福气的象征。对啊，我知道的是有些老人家只是在新年期间会这么做。他们就是可能旺财吗？不懂，不过也不可以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叫人家不应该戴项链了。 对、啊、对，应该问题应该出在那些不法制度上面、对不对？ OK， 不过诶，就让 David Norman 也这么说耶，他讲这些uncle auntie 不应该戴那种劳力士表啦、金链啦、手链啦，因为危险。是啦，是有一定的道理啦，可是我还是觉得，我觉得其实那个戴的人不是那个错的人，对对，不可以指责受害者啦。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对不对？对，比如我们讲，把这些金饰收在家里就好了，自己欣赏，收在家里是真别人看。可是你买了，有时候你就觉得想要戴 啊，对不对？就好像我买了新鞋子、新手表一样啊，我也想要戴啊。可是其实呢，现在很多人有些东西是很贵，但是当的时候又没有什么价钱，通常都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是情人节，我刚刚搭地铁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几个男生哦，分别来不同的地方，手上拿着一个知名品牌的，就是那种手链的，那些蓝色的牌子的，蓝色的，它牌子是，就它的主题色是蓝色的吗？同一个牌子吗？同一个牌子，就几个男生都拿着同一个牌子，对，好。然后那个东西呢，其实送给你朋友是经常都有的事，送给老婆，送给你朋友，但是呢，那个东西拿去当又不值钱，所以你要叫什么？是没有，你要叫那些不法之徒不要去，不要趁这个时候，可能有很多很多男朋友在送礼物给女朋友的时候去喵，因为那个不值钱。哦，是这样吗？你讲这个东西 是我的意思是，其实这些阿妈他们戴金哈，起码那个金饰是有那个，就是如果要去当的话是比较有价值的。所以他们戴金饰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吗？是是是。我今天哎呀，我不懂要怎么帮记者们兜回来，你知道吗？有点奇怪。OK， 好 ，Anyway， 原因是问，所以那个阿妈有把那个金链拿回来吗？暂时还没有，他是希望警方可以帮他找回来。OK， 他林说金有金气，代表福气哦。不定讲金气代表福气哦。我的卖掉了，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问题呢？我的卖掉了 ，OK。然后还有什么？真的很多人都建议说，这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不应该带贵重的金饰出去。还是因为金跟红很配，所以大家穿从红衣要带金器。OK。很好笑耶，有些朋友哦，好像 David 脑门讲说他买了他会舍不得戴，他会担心可能刮花，所以他就全部放在家里。OK， 好吧，就大家有放在家里应该买金条，对不对？哦，是增值的话。可是如果给不法之徒知道的话，等一下又潜入你的家，然后偷走你的金条，很危险，怎么办呢？什么都不对，就把钱省下来，拿去吃吃喝喝玩玩就好了，是不是？就去投资就好。Anyway， 反正还好，这个阿嬷是没有受伤，然后没事就好。那个对，那个男，那个抢他的金链的男子也被警方抓了。对 ，OK， 我们今天还有一则新闻。是的，第几版呢？请问？应该是第三版。第三版是安迪的新闻。最后一则是第八版就是那个南大的那个新闻，对不对？对，南大。Okay、南大过去。南大 OK、第八版的新闻 OK， 所以我们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呢就出现了
神秘的海报，然后海报上面呢就叫学生别生育啊，避免下一代承受苦难。发生啥事了呢？这个让我想起哦，之前不是有一个老师吗？他不是在Facebook 上面post 了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吗？因为他那时候很生气，就好像是不懂是小医生还是小学几年级的学生，然后有些很简单的英文字啊都不会念什么的，所以他就觉得说那个教育孩子的责任哦，其实父母亲对父母亲一定要应该负起那个教育孩子的那个责任。然后他就讲说，如果你不会教的话，就不要生 something 来的。就我记得我们在抢先有讲过，好像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则新闻就让我想起上一次的新闻。对，可是这一次的比较不一样。这次是在南大的校园里面呢，张贴这个有人张贴这些海报。然后呢，他还列出了。其实有两张海报而已啦，这两张海报呢，它上面列出了十多个孩子日后会承受的未来的苦难。然后强烈呼吁呢，就是南大的学生不要生育，避免下一代受苦，被剥夺幸福，是蛮极端的一个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内容念出来啊？有一些，可以啊。他就讲说，在你决定要生孩子之前，你应该考虑到下面种种的情景，如果你不生的话，这些情况都不会发生。所以他讲的情况有哪一些？有一些还蛮极端的。你说，OK， 你看得到吗？你可能看不到，是在这边我看不到，就是可能有一些、就是、自然灾害，对，然后暴力、强奸，就是一些病痛，或者是一些精神问题，对，还有一些意外，还有一些未完成的愿望，很奇怪、哦、甚至是忧郁症。而且还有愤怒、战争、霸凌，是还有爱的人死去。对，所以他就讲说，如果你不生的话，就不会没有孩子的话，就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对对对，对对对，那个逻辑好像有点奇怪哦。是 ，OK， 好，不知道他哪里来这样逻辑，而且都不知道这个海报到底是谁做的、啊，谁放上去的，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海报？而且他上面还写 Only You， Only You can prevent future suffering，、就只有你才可以避免日后有其他人受苦。其实蛮惨的，这么悲观的一个说法，对，太极端了，我觉得。OK， 好，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海报，然后我同事啦，佳敏，他去南大就访了几名大学生，然后其中一个人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同龄的很多同学都希望能够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才成家，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他们以后不生育或者他们讨厌孩子，然后另外一个人他也有说到啦，就是其实海报所提倡的这个反生育主义太过极端，过分的盖过了人类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其实下一代呢，有很多都是喜欢小朋友的，有很多人甚至毕业之后是想要当幼教老师或者小学老师之类的。我以前的想法是我二十几岁就要结婚然后当妈妈。OK，Anyway， 反正就没有发生。好，继续。不要紧，三十几岁也是可以的，没有距离太远，很远好不好？没有，你距离二十几岁没有很远。没有，我以前是觉得说可能二十五六岁我就要结婚生孩子了，是不是差很远？现在 OK， 还是可以努力的。不好意思打扰你啊，交警继续，我继续听，继续 OK。所以他其他学生怎么说？后来我们也其他另外一名学生，他就说，其实这个的海报所提出的观点是一面倒的，而且并不符合逻辑，太过悲观，而且事实并非如此啊。对，然后还有人问，难道你每天排便很麻烦就不吃饭吗？所以就是想说，难道你生孩子然后很多事情要烦啊，你就不生吗？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就是一个有点本末倒置的想法。然后可是南大怎么说？南大就说，其实这些海报未经大学批准，内容不代表校方的立场。他说目前在调查这起事件，任何未经授权的海报将会被校方拿下来。可是这个海报好像已经蛮久了嘞，放在那边从去年九月就有，去年九月就有学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海报出现在布告栏上面，可能没有举报吧。然后我们也访了一个社会学家，他说呢，学生并不全然是反生育主义者，或只是对于现今社会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感到不满。所以这名专家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恩赐，他就说新加坡人确实是越来越迟结婚也少生孩子，但是呢他并不认为国人持有反生育的主义。
他觉得现在的持有反生育主义的学生日后也未必就不会结婚生孩子。嗯嗯，他们或许只是现在对于这些社会上的许多的问题感到不满，所以他希望其实我国迈向一个轻婴儿的社会，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生小孩。OK， 来，有没有人有意见有想法？小朋友跟真的有啊。其实我觉得喜欢小朋友的人真的很多哎、欸。嗯，我最近就发现，其实只要是有跟小朋友、跟宝宝有关的贴文，一放上面部，一放上 Instagram， 立刻很多人 like， 是吗？这个是非常。可是其实小朋友就是这 baby 就看起来很可爱啊，对啊，你不管他做什么东西，你就会想要 like 他。嗯，就好像我最近我有个同学就。是老朋友了啦，然后他对啊，他最近就整天 post 他的那个女儿的照片啊、嗯、然后视频什么的，然后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所以你就会忍不住去评论啊，去留言啊，然后去点赞之类的。对，我一个同事的女儿也是非常的可爱，嗯，我每天不开心一看到她的照片我就开心起来。所以你现在想说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害怕生小孩是这样吗？应该是吧。OK， 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留言。 Katrin 说念书压力太大，念坏脑袋了。 嗯，很想要知道是到底是谁，也不一定是学生张贴这个海报的，嗯，或者是什么组织之类的，或者他用意何在。对啊，他到底是要想要做什么。好、嗯、我发现我们留言的人越来越多用英文，所以你都要翻译。对啊，当场翻译。Hello， 你在考一个连续做了四天早班的人，然后呀、yeah. ，可是翻译能力很强。对，然后还要考验我的，还可以帮帮你、啊、翻译能力吗？可是我们挑着说啊，我们看一下，好像也没有什么、啊。对对，有人说就是，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人类就绝种了。如果不生的话，是吗？对，如果不生的话。不过也有，好像 UNICEF 就同意说要有那个财务的规划能力啦、嗯，要有能力才可以生啦，对不对？确实啊，然后工作其实我可以养家。呀、yeah, ，就好像群瑶也是说的，就是有好的工作，先有那个事业的基础，然后才来讲成家立业的事情，成家的事情。OK， 还有什么 ？Elizabeth 在提醒我们吗？太年纪太大就很难生小孩。OK，、嗯、好，我们听到了，谢谢你的提醒。Yeah，OK，、okay, 还有什么？有吗 ？David Norman 有这样子的新闻吗 ？David Norman 说有。一则新闻是讲一名男子要起诉他的父母、嗯、因为没有他的允许把他生了下来。请问要怎么起诉啊？这个逻辑也很奇怪。他要以哪一条法律来起诉他？然后我们出事之前我们要怎么跟爸爸妈妈说呀、嗯、你可以生我。对啊，要怎么、啊、这个有点困难耶、欸、对啊，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吗？就蛮好笑的，蛮离奇的，蛮奇怪的呀。嗯，Jasmine 说现在小孩压力很大，曾经在巴士上听到一个阿嬷说她孙子学好多东西，就上很多不同的课程。对是不是？对对，现在小朋友真的上的课程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有的要学游泳、学芭蕾舞、学钢琴、嗯、然后还要学不同的球类、嗯、我觉得他根本就是十项全能。搞不好不止十项啊。搞不好二十项。 对, 对, 对啊，我小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因为我没有补习。哦，你成绩很好。对对，没有，是自己很用功，好不好 ？OK， 然后呀，不是，就是那种天生聪明的那一种，所以没有补习。然后，如果你说学游泳、学打羽毛球、学踢球之类的，嗯、都是我爸教的。哦，就是你爸爸就是那个十项全能的，对不对？也不是，他也不是很能。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可能他会，他可以、嗯，然后我们就。懂一点，懂一点，这样咯。所以才不是什么游泳健将啊，或者是那种羽毛球的那种国手啊之类啊，就这边懂一点，那边懂一点。不过那种童年还蛮好玩的，是啊，比较快乐，就还好不用整天去上什么有的没的课程。嗯、不过也搞到我今天就没有什么才，没有什么才华，有没有？有啊，能说会道就是一个才艺。No, 这个我也不懂为什么我可以讲很多，不过。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就是如果好像你拿我跟 Ken 比的话，我当然我的口才不如他啦。我可能强的地方也就是我的可能我的笑声这样有点，
可爱，可以传播那种那个对啊，就是感染力的那种感觉，就那一点而已。然后其他我什么都不会，音乐不会，然后画画也不会，我也不会啊，唱歌也不会，所以怎么办呢？去练啊，有心不怕迟。这好像没有什么才华，哎 ，OK，Anyway，OK， 好。希娜说生是没问题的，不教好才是问题。是，同意。OK， 你生了，你就要好好教。要让孩子们以后对社会有贡献，嗯，对不对？不要成为那种社会的负担，这样有没有？真的。OK， 还有什么？尤妮说她孩子的那个游泳，就也是老公教孩子，她的老公教孩子游泳的。其实老就是父母亲教小孩可以促进亲子关系，其实是好的，比起让小孩去别的地方学习。嗯，可我记得我妈以前她的能力其实也有限，所以要这样子讲你妈。没有，我觉得蛮好笑的，就可能大概就是可能在小三之前还可以有办法教，然后之后她就讲我很难念。哎，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所以呀是一个。可是在你小三之前，她的努力要教你。嗯，就我们那时候的童年就还蛮好玩的。是我们那时候的童年。是你跟我是同一代的吗？请问我们是同年的啊？真假的？他看起来，因为你看起来比我小啊。没有没有，我们是同年的。Really？ OK， 夸奖我。好，所以我们的新闻已经讲完了，我们现在在讲废话。聊天吧，两分钟聊天。好，我们看一下，可以跟我们继续聊。David 能不能问我厉害打篮球还是打 netball 我是英式女篮球员来的，因为我很讨厌篮球，因为它有太多的肢体碰触，很粗鲁。可是有的人觉得英式女篮比较多规矩。对啊，不会啊，你懂了熟了，然后你就会找到当中的那个乐趣。嗯呀，它就是很多规矩，可是你要懂得怎么去找那个突破位。我以前有试过要玩，我每次都犯规，犯规，他规矩太多，所以我最后只可以玩 Captain's Ball。OK， 因为我不喜欢篮球。嗯，还有什么？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 ，Thank you。通常一般没有留言的人也出现了，一川、立敏很棒，谢谢你啊 ，Thank you 啊，也谢谢 Bunny 跟 Eunice，然后 Tixing 也是，谢谢你们呢。太感动了，情人节有你们陪我们过，真好。对耶，今天是情人节。对啊，都差点忘记。对啊，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没征婚，征婚之类的，帮林珊征婚，帮林珊征婚呢。他今天有，他一直都努力的事。他今晚有约会对象吗？搞不好他有嘞，可能哦，对不对？对啊。OK， 大概就是这样了，最后也没有什么想要说的了，就这样，5:30。嗯。用锅跟你们讲拜拜，拜拜，要拿什么？就这样吗？就这样结束了。OK， 还有什么 ？Jam Wong 说他是专打股票，什么意思？买股票吗？可是我们讲到什么东西，他会这样跟我们说呢？打英式女篮。哦，他打股票吗？难道你从小就玩股票吗？不可能啊，这么有天分，那是神童哎。OK， 还有什么？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啊，这个锅。情人节快乐，嗯，谢谢你啊 ，K 老，情人节快乐。没有情人的，今晚就不要出门好了，就留在家里，免得看到很多很不顺眼、很碍眼的那种事情。没有情人的话，也可以是单身节。单身节今天也是吗？嗯。不然为什么昨天有同事就讲说今天也是什么友谊节之类的？对啊，对啊，对啊。没有情人的就是单身节、友谊节啊。是吗？是很 OK 的。Okay. 等一下我们去吃饭。嗯，好，我们就约几个都是单身的一起去吃饭。好。呀、OK， 所以今天是情人节，那就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已经结婚的就祝你们婚姻幸福美满啦，然后还是单身的也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我们单身也可以活得很精彩啊。对啊，对，还是很快乐的。对啊对啊，所以就不要想太多，嗯，是你的就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谢谢 Jess， 顺其自然。嗯OK， Go where and buy this pot， Eunice 我不知道哎、欸，你要不你要帮他打广告吗？去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买的，就有一天同事们拿来的，然后下次如果同事想要煮面的话，记得要洗过，因为我刚才把它放在我的头上。嘿，你现在还是把它放在头上？不腻问两位主播，有人送花给我们吗？你送来咯？不要啦，等一下真的有人送来，
不要不要不要破费 ，OK。然后我对花也其实还好而已，我不会看到花就觉得哇心花怒放，不会，所以还好 ，It's OK。你送我吃的可能比较实际，送橘子，干 ，OK。群雅讲没有女朋友怎么 Valentine's Day？就自己跟自己过 啊，也可以过得很好啊，对不对？不然你就找几个兄弟，我就不相信你身边的朋友全部都是已婚，都是 attached， 对，对吗？嗯，去找几个朋友一起去喝酒吃饭多好啊。David Norman 刚才说，只要是浪漫的人，天天都是情人节，说得好。是啊，就我刚才就已经想了，就是那个梁静茹的歌啊。嗯，哪一首？哎，他刚才讲什么？你刚才讲什么？天天都是情人节。如果浪漫的话，如果啊，对，因为那个梁静茹的歌是如果爱对了人，对呀，情人节每天都过吗？嗯、对 ，OK 呀、yeah, ，所以我也是觉得说，其实单身也没有不好的，因为如果你在一段感情里面，然后如果对方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烦恼，对，还有心痛的话，那何必呢？对不对？单身有时候是好的，是。然后 Unis 已经在那边说，今晚 UFM 1003程耀的节目8点，他是专做给单身人士的。好，那有空我们去听一下。好的，好的。OK 啦，好了，大概就是这样。David Norman， 你的这个想法 No good， MBA No good， OK？ 什么叫 Married but available？ 你 Married 你就要专一点，好不好？不要乱来 ，OK？ 可以啊。好了，大概就是这样了。好。崇明讲情人节等于情人节抢劫的节，为什么？对啊，就是给商家赚钱的机会啊，对吗？不要紧啦，一年一次，一年哪里只一次啊、哦？然后什么七夕元宵情人节啊？对啊，还有元宵，还有什么3月14号的白色情人节啊？哦、真的、啊，那么多的情人节，有天天都浪漫。嗯 ，OK。好啦，谢谢。我不要唱一只小雨伞啊！为什么整天 cue 我唱一只小雨伞？那你要唱？今天都没有下雨，不要，因为梁静茹的歌很难唱。OK， 就这样啦，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抢先看，谢谢。明天的新闻抢先看，主持人是代班主持人 Fred 彦智，因为不然的话就是我跟雨婷嘛，因为 Ken 放假去了、嗯，所以我们需要有支援，不然你就会整天看到我那种很累的脸这样。看到你很开心。没有，可是。Yeah, 因为做早班，然后做到撑到现在已经哇差不多 了，我的那个 battery 要用完了。对，如果我星期一是100%充电的哈，现在已经大概剩下来20%，对，然后做完明天就误导了，中午就大睡一觉了。对 ，OK， 好啦，好，大概就这样啦，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明天的新闻抢先 看，一定要继续关注。嗯，就这样，情人节快乐，拜拜。